此气之盈虚，数之进退，以不平平之，不期其之而已。大过因失于过，则其计之者，必失于不足。过则如堆土贵山，超越乎平地，其势隆盛，故有动龙之欲。坎则如掘土贵井，深陷于地下，其势险盛，故有险阻之欲。实则一高一下，一起一伏而已。而天道乃见其至平之理焉，不有高者，无以见其下；不有伏者，无以行其起。故亦属之所成，亦理之所至。而人乃因之有穷达顺逆之感。天数未尝有容心也。位高者此土，位下者亦此土，位起者此物，位伏者亦此物。君子恶其不平，乃先求其平。不自高，则可无下；不自起，则可无伏。不先自过，则壑至于坎前哉？而人情恒不广续其后，当其过也，民族快意，而不知显现之随至也。亦以数世人，而必生之以教，故向此曰：君子以独立不惧，顿世无愤，为欲其自保于平安，而不复涉险陷也。反大过则谓中伏，中和之行，更壑坎险之余哉？此文王续化为义，其后人多未审耳。